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准备要离开中山了。这个元旦呢，我们是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哈。嗯，感觉待着也挺舒服的哈。嗯，过得挺快哈。过得挺快哈。嗯，我感觉你都吃胖了。你看你，是不是到广东这边湿气重啊，水肿啊？我觉得到广东的话，我会显得就是更没有力，湿气重。有可能是吧，在西北的时候呢，是那种干干的，到这边遇水膨胀了一下，天天都是水饱的是吧？嗯，但人家也是天天喝汤，我现在也能喝一点汤了。我觉得饭前喝点汤的话也还行，嗯，就慢慢也是习惯嘛哈。我们一路从广东到江苏啊，1000多公里啊，1500公里左右吧。嗯，去年呢我们是在那个鳗鱼家过年的，然后今年呢就是回江苏过年嘛哈。嗯。啊。一家一年呢。广东一年。嗯。在广东就是吃吃吃。嗯。还有几个苹果。来来来。来出发了。你来一口。来一口。来一口分一个苹果。嗯。阿克吃苹果都吃了。出完洞来了。这里属于中山，等一下我们往前面开一点就到珠海了。走路都可以走过去。是啊，就可以到桥嘛。所以住在这边的话，一般逛的话还是逛珠海比较多。嗯，在中山坦洲这边呢，就是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珠海上班的。对，因为坦洲这边的房子便宜一点嘛。不是便宜一点的哈、哦，不是便宜一点。属于中山的话，它就便宜一点。珠海的房价涨得太快了。那坦洲那边多少啊？就一万多吧。坦洲10000多了。珠海都2万多。珠海2万起了。看得有点远。所以说是长期在珠海上班的话，肯定选择会选择在这边定居啊之类的啊，比较方便。我们一溜烟的功夫啊，要开到了深圳了，在这边先把车停一下。这边不好停车啊，在这边郊郊区这边，在这里停满了车，好不容易找个停车位，好挤啊。我们到这边来逛一逛，买点东西。这个位置不能停啊，这也能停哈、哦。应该停在这边，然后这里是不给停车的哈、哦。嗯。好了，我们就停一会儿嘛哈。等一下回来，等一下回来，有的位置我们再移一下。啊，这边算是深圳比较偏的地方了。你看这边到处都有这种生蚝，还有菜，然后我们存点菜吧。可以。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买哈。嗯。有点菜，这边看看，好，都生蚝哦。好，今天这是做这个蚝干的。放在这里晒蚝干的哦。哇，你看这，还有做蚝油的。还有新鲜的蚝，也有蚝干，也有蚝油，还有带壳的。新鲜的好肉哈。嗯。哦，这个绑的好漂亮啊，有没有？嗯。嗯。啊、哦，这样一排一排的，你看这边在现开的，真的是新鲜的，看人家怎么卖。哇。嗯。老板，这个是怎么卖的？啊？这种是怎么卖的？这个啊，两三个，一百一斤。一叉。谁上不得钱？这个老板，这个蚝干怎么卖？这个550。哇，这一把要550哦。550一斤。你看这边，哇，你看这里有没有点那种城中村的感觉啊？房子这边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在深圳，我觉得很少能看到这种矮的房子啊。嗯，就偏偏的地方才有。嗯，你看啊，这生蚝是这么晒的，估计要晒好久哦。这个卖青菜，看一下这边青菜贵不贵？你看，两码青菜2.5块。这边喜欢吃这个菜心，烫菜心吃啊。嗯。这个很甜的啊。很甜呐、啊。是啊。2.5块一斤啊。嗯，知道。拿一点吧，2.5块一斤。拿吗？拿回去烫一烫，看我们能不能烫出新鲜的了。广东菜烫烫菜心。嗯。来，再帮我们把这个拿完就行。嗯。逛一逛这边，没想到还挺市井的哦。人不管卖衣服啊，菜都卖哦，啥都卖，而且也不贵哦。在深圳这边的话，印象中啊，物价、啊、还有那种高楼大厦、啊、都是比较贵的那种感觉啊、哦。这边的房价都是深圳这边房价都是
都是最少四五万起了。你看到这边的房子，我们这些建筑只要楼盘的都要四五万。没开，这边可能是还没开。但我觉得挺市井的，挺好的。在深圳找到这个地方逛的挺不错。这样拍出来，估计好多人都不会觉得我们在深圳。是的，可能在哪个村子里。对，你看这些菜也很便宜，生菜吧，生菜也囤点不？对。2.5块，2.5块，全场2.5块，2.5块。这边菜全部2.5块哦。全部都是2.5块一斤。哇，我怎么感觉比在阳江还要便宜哦？深圳这边，那边竞争比较激烈，你看啊。嗯，好多卖的哈，都是卖的一样的。可以过来卖了，你看这，哦，这个新鲜一点。刚刚，啊，靓仔，叫你靓仔了，靓仔，靓仔要什么？青椒怎么卖啊？3块一斤。那叫靓仔了。也是3块。不要也得买一点了，是吧？那必须的。必须的。谢谢啊。叫靓仔飘了。我感觉这生菜比我刚刚买的要好哎，生菜你卖多少钱啊？生菜2.5块。哎呦，也是2.5块，你看。这两个茄子吗？应该多看看了，可以啊。炒茄子。再拿一个，这个新鲜啊。嗯。哦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到了广东啊，就是这边卖的全是绿叶子菜，要带叶子的。6块5毛。啊，这边吃青菜都要带叶子的。这不是河狸吗？啊，我一看到我也很想买。对。又新鲜。6块5毛是吧？对。嗯，老板，你是哪里的？我，我是广西的。啊，嗯，每天早上在这边卖吗？是啊，我在这边卖啊。啊，这边生意好吧？这边人多哦。这边人多，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好，竞争太大了。没地方摆，就随便摆。这里可以摆哈，这里没人管。城管来的，也要来的，来了就走就好了。那是只有上午摆。啊，上午摆，下午也摆吗？摆呀，下午也摆。啊，这是什么菜？这个是？那个是莲麦菜。是油麦吗？这边那个是外菜呀，那个。外菜是吧？嗯，那个有油麦菜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做咸菜的那个，这边做咸菜用的。咸菜。对，做那个。咸菜、酸菜。对，做酸菜用的这个。嗯。哎，回广东，我发现终于有你能叫得上的东西了。对呀，这个广东的，我知道这个。这个可以煮汤啊，好啊。一般他们拿来煮汤，降火。这么多青菜，有点苦。这么多青菜10块钱。这么多青10块钱啊？嗯，好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再看看。哦啊，你这个停的位置会找啊？是我们没地方停了，找这个来这边停了啊。是啊。哦，你看这里，怎么感觉回到了苏州一样啊？就那种。古老的建筑嘛，对不对？就以前很老的房子。啊，我都没有逛过这边。哇，这样逛出来真的没有人知道是在深圳。我逛着逛着啊，你要没有导航的话会迷路的。啊。但是啊，这是垃圾桶吗？嗯。垃圾分类，你看弄得多好哈。从看这个能看出点就是深圳的感觉来哈。嗯。外面看不出来，在这边。对。这个水果芭蕉也，买点芭蕉，买点芭蕉，这个水果便宜，我跟你讲。都是芭蕉怎么了？米椒4块钱。香蕉3块。拿一把吧。3块4块。拿米椒啊，米椒好吃。米椒好吃一点。熟了，那个也熟了。后面看这个黑黑的。应该没事的。我拿这一把好了。那个能直接吃啊？可以直接吃了。啊。这个削了一下了，那你们尝着吧，这个可以直接吃了。我给你尝一尝。这边广东这边会做生意啊，嗯，大厂。对，下次还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5块钱，好吃啊，好吃。我喜欢这个好吃的，我们吃好吃的。那个香蕉这样子摆这里很有感觉哈。嗯。广东是这样子摆的卖的哈。是啊。整点蔬菜水果。这买生蚝的吗？哇，你看那个什么。那个羊什么来着？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？羊桃。羊桃啊，你们那边很少见吧？嗯，在这边应该不贵。哎，蛮红色的，是吧？你要不要吃那个桃子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，这坏了，给你尝试。熟透了。熟透了。拿这种，要这种有点黄黄的就行了，不要太黄了。嗯。拿两个给你尝尝喽。嗯。我也好久没吃了。对。嗯。哎。
这个杨桃切得可漂亮了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的啊？五块一斤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这个，你吃过这个吗？这什么芋头啊？小时候有吃过，这不叫芋头，不知道叫什么。我们在那里叫红薯，大薯。叫大薯是吧？叫大薯，我也不知道。小时候吃过是吧？小时候吃的特别大的，你看，它长得特别像脚的。十八岁了，十八。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。大薯啊！要不要尝一尝？你没吃过。在这边那么短点嘛，就跟地瓜一样这样吃的。去拿个小的试试呗。这还有小的，这个小的。对对啊，拿个小的试试呗。来，给你尝一尝吧。先吃的。煮糖水也可以的。拿个煮糖水吧。给你尝尝，给你高速上给你煮糖水吃。我也好久没吃了，我小时候的味道，可以，很少看到了。嗯，你看卖的全是绿色、青一色。这边老啊，这个不老。哎，这两个哪个好吃啊？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啊，七块钱一斤啊。拿一点吧。拿一点吧，拿那个小一点的，没那么老。不知不觉要买了一大袋了，你还想要买？看啥都想买。这是板栗啊，这没这生板栗。生板栗，嗯，这边喜欢拿来炖汤，炖鸡汤。对啊，这是生的，拿来炖鸡汤。板栗，你们这呢？炖鸡汤，买只土鸡啊。这是土鸡。哎，看有没有土鸡可以买进土鸡哦。为什么叫玉米？看一下，玉米怎么卖？玉米怎么卖？这个大条的10块3条，这个10块4条。不要那么大，我就拿这个10块4条，拿四条吧。要不要剥？回去剥也可以吧。剥剩下一层给我可以吗？好，帮你挑四条吧。谢谢。那你挑吧，挑不要坏的。挑那个米比较薄的。啊，就剩下一个叶子给我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老板帮忙剥，看到没？番茄好久没买了。番茄有点软的，还好吧？多少钱？还可以啊，这个是老家番茄，4.5块。4.5块。你挑嘛，如果太软的就不要，这个比较好吃的。对呀、啊，这小一点的。但是不规则这种。番茄味比较好的。对啊，我看着也像啊，不像那种大大的、哦。看一下要点什么？没有纹路的，你看这种番茄好吃的。这个、吃不多了。这天。好了。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，不是说下去逛桃的吗？我们桃没买着，买了一堆蔬菜水果。买个桃子真是买的。这边一带全都是生蚝啊，一股浓浓的生蚝味，有没有？哎呀，你看，好喜欢这种生蚝干的，他们。这生蚝干吃的比刚刚那个小一点哈。这个小一点。这180这个是？对呀，180，这个180，这个小的啊，70的。煲汤是这种，煲汤煮粥是这种。我还喜欢吃新鲜的比较多哎。可以稍微的买一点点，我们尝一尝。嗯，煲个粥啥的都可以，好歹粥。煲个粥，好歹粥啊。点弄一点点来。煲汤煲粥啊，你今天滚汤啊都可以，打火锅都可以放一点。那可以放很久吧？可以放一年，放一年都没事。那就这个晒的话晒多少天？哦，要晒很久哦，晒一个多星期啊。买点这生蚝，这生蚝好可能放啊，到时候没事可以拿来煮粥啊，煮汤都可以放一点哈、哦。对，30块钱，其实它挺轻的哈、哦。对，不重。晒干以后就很轻啊。嗯。你看一下，这一路上这一排全是用那个生蚝干的、哦。直接开了就放在这里晒了，晒一个星期就是这个色了。嗯。这边这橘子卖1.98块，好便宜哦，这么大，是砂糖橘吧？嗯，对，是哪里的砂糖橘？哦，好吃的吗？好新鲜啊、哦，刚拿下来的，拿一点吧。拿一点，看一下，里面还有好多水果。哇、哦，这草莓装的好漂亮啊，49.8块一斤哦。草莓都是比较贵的。嗯。39.8块一斤。哎，为什么这里面的砂糖橘要4.98块啊？不一样啦，我感觉我们买的会不会酸呢、啊？嗯，没尝一个吗？没有尝哎、欸。啊，你看阿克苏苹果哎、欸。嗯。这怎么阿克苏苹果？你看怎么这样子啊？套袋果哎、欸。啊，这套袋果这个是。就是嫩嫩的，这种白白嫩嫩的，就是套袋果。阿克苏的套袋苹果，9.8块一斤。卖的怎么比那个丑苹果还要贵哦？是、啊。比那个光果还要贵哦。因为他们这个，我觉得他们这边人可能喜欢这种品相好看一点的，但是其实口感没有那种光果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白白嫩嫩的，好看是好看哈。哎，他怎么卖9.8块哦？嗯，卖的挺贵。花牛苹果，
我记得花牛苹果皮很厚的，我就几毛钱一斤嘛，产地。嗯，冰糖心丑苹果，冰糖心丑苹果啊！你看它这个丑苹果没有写新疆的，就不是新疆丑苹果，它是云南的，四川的，本内地的丑苹果，卖5.8块。就这种，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种就是丑苹果，还没有阿克苏苹果好看。就我发现不套袋那种都特别丑，嗯，像阿克苏的已经算是品相可以了哦。对，嗯，但不套袋嘛，比较那个啥一点，天然一点。